大家好，我是玉。今天我要介绍我做的麦块课。然后呢，大家应该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吧？是因为姐姐有开一个班，叫做胖丁日文班。然后我也有参加麦块营，觉得很好玩，所以我就自己想也要做一个麦块课。然后我就做了这一本。然后我想到的方法是用 PowerPoint 做，可是我不要浪费纸，所以呢，我用对折的方法比较省纸。可是这样子翻页的时候会比较复杂，所以如果没办法用脑袋想出要怎么样做出一个半个 A4 纸的这个小书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纸笔记下来，会比较容易。那我们来翻页吧。这一个是第一页，这个是第二页，这个稍微比较难一点，第三课，然后最后一页是教关于红石的，然后还有就是用代理机器人。好的，就是我的介绍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你可以订阅，然后呢按一个赞，然后还可以分享影片跟留言。那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